这题哦，有甲乙两人可能出现在音乐会之情况有下列四种。第一种情况，只有甲出现是 0.3， 只有乙出现是 0.2， 那两个都出现几率是几？ 0.2， 那两个都不出现几率是几？ 0.3。 问你，甲乙两人至少一人出现是几率，怎么算？其实你看一下这题哦，你看一下，今天两个出席音乐会，要么是甲出现，要么是只有乙出现，要么两个都出现，要么两个都不出现，所以状况有几种？四种。你把这四种几率加起来， 0.3 加 0.2 加 0.2 加 0.3 加起来，我们告诉你有，所以说这里出题没有问题，对吧？齁，几率全部死亡事情，百分之百。那我要什么？甲乙两人至少一人出现，至少一怎么办？就全部减掉什么？两人皆不出现，是不是就好了？所以全部减掉什么？两人皆不出现，是不是就好了？所以人一减掉，对吧？好，甲两人都不出现几率是几？ 0.3。 所以一减掉 0.3， 所以答案是几？ 0.7。 OK， 把这边看一下。